哟，大家好，我系顿。相信大家都知道年尾就是洗大钱的时候啦。先是日本就推出了 Season Greeting 日历，主题就是 On and Off， 还推出了其他的周边。主题是想带出翻工和放工之后的 Twice， 但已经过了繁忙期了。不过不要紧，韩国的 Season Greeting 就在上个礼拜公开了啦，而今个星期一亦都开始接受预订。主题就是 The Moment Forever， 内容非常之丰富啊，就是非常 chill 咁样在船上开 party 啦，饮住香槟，吹住海风，而且还去了 staycation。而今日亦都推出了配置的预览图。首先外盒是非常之大盒的一盒嘢啦，封面就是他们坐在船上背住镜头望住海啦。座台日历。每月每页都不同的。日记。Oh my god， 子瑜真的不敢用这本 diary， 因为里面的照片真的太漂亮了。Mini message book， 就写得了 member 想跟 Once 讲的东西。Paper perfume， 就是一个有香味的门瓜。AR photo card set， 相信应该是跟 Twice Well in a Day 的 AR photo card 一样，都是用 app 去 scan， 然后就会有 AR 的片播出来，可以看回这条片的。Key ring 锁匙扣，记录了花絮的 DVD， 所有的内容就是这么多了。而今次 SG 也都同时推出了 Lovely 的蓝牙喇叭，分了9个 member 啦。咁开关就是 member 的声啦。咁咧，佢就系内置麦啦，就可以听电话嘅，非常之轻啦。佢就话大约120 gram 可以带出街嘅。当两只 Lovely 喇叭 connect 埋一齐嘅时候咧，就会变成左右声道同步播放。Navely、Johnely、Morvely。Savely、Jively、Mively、Davely、Chevely、Jively。咁佢嘅包装咧就系咁嘅。With Drama 韩国官网亦都推出了活动，只要在23号前买 SG 和喇叭就会送小卡set，卖完即止。 Navely 和 Mively 已经买完了，海外版就不可以购买喇叭，只可以通过韩国网去买，如果想买就要用韩国网，或者选择我的 IG 团购，填表就可以订购，就在 IG 那里。到时12月尾我也会拍开张片给大家看的。五周年的纪念手灯和 Battery 下个礼拜就到货了，记住留意新片的开箱，快点订阅我的 channel， 就不会错过最新的片了。好，今天的条片就来到这里了，如果喜欢的话就 CLSS Comment Like Share Subscribe， 我们下条片再见，拜拜。